大家好，这里是马克干饭历史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坊街，准备去一家百年老店，大单位的。我们点了一颗羊肉烧面，一个羊杂碎汤，然后还有一个羊片汤，其实3块钱。百年老店，随处都可以听到那个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那个 BGM 在周围缠绕。赢了。这个是杂碎，这个羊片啊，这个是杂碎，是吧？要自己放调料的，它这个就原汁原味的那个羊汤。哦，烧麦。筷子都很有年代感，试试看，羊肉烧麦。有点酸，这个肯定就是羊肉烧麦的一种特色，保证它的原汁原味。哎，要不你先尝尝看。有可能是这样的，一边喝汤一边就着烧麦，你知道就打，肯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。哎，那我先试汤。汤还可以，汤放了胡椒跟盐之后还是挺香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味精，但真的蛮鲜的。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羊片汤里面的羊片，其实料还蛮多，我里面还有，不光是这么的，羊片就没有它这个羊肉烧麦那么烧，放过来。烧麦，我再来打开一下啊。我肯定不是喜欢吃这个羊肉烧麦那个朋友，极度的原汁原味。把羊肉给我，你不吃醋，什么东西肯定吃不吃。我看你这个打开方式跟我也差不多嘛。所以这家羊肉面店，据说是乾隆就开始的老店，确实有自己特色的东西。但真说是口味什么的，是属于哪几个喜欢的还是什么讨厌的，就很上头那种。点赞加关注，下期。干多吧，雨神。你儿子呀？你儿子。